位，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 OK， 那我们就任务达成了。我刚才看到大家很认真的装扮小孩，让这个区域然后变得非常的有活力。没错，当你的孩子进入小学的时候，请你加入家长会，我们的孩子出去就不会输人，我们的孩子也不用越区去就读。是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五泰教育基金会一起来。我们现在主力呢，就是让所有的学校家长会变得更健全。好，然后我们台上这边看一下我们前方摄影师，好吧 ？OK， 比个爱心好了，比个爱心，祝福团队。